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来，咱啊，今天的要来跟大家来谈吼。咱即马即个社会，大家拢真盼望家己的人生会当成功。啊，咱即马圣经故事讲遮侪啊吼，我想咱应该要做一个归纳，咱应该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讲，诶。啊，圣经的人要遮侪吼，因的故事甲咱现代人有啥物关系咧？咱敢无法度对因的故事中间会当看到成功之路。 会通看到讲要安怎样甲因同款有法度通成功，哦，安尼毋只有意义。我无圣经故事讲较济，敢若伫遐咧听人啊啊外好外好，上帝安怎祝福？敢若圣经记载讲伊煞哦，上帝祝福诶时阵讲迄年有百倍的收成。你圣经读过你阿无感觉呢？迄那用即卖话来讲，都是伊摕一万箍去投资，一年了后变一百万呢？迄外恐怖嘞呢？哦，啊所以圣经诶代志敢有可能发生伫现代社会。最近一个青年人。 请我甲家祈祷，公婆叔你家祈祷啦。我祈祷啥物？哦，我唔望吼、喔，三年会当趁一亿。我咧到遮来，毋是今日你咧想尔，难道我就毋想吗？即、这个祈祷我若会当互你，我就为我家己祈祷就好啊咧。啊，差毋著三年，一年一亿，敢无好？吼、哦，所以讲，逐个拢祝祈祷成功啦。但是，敢讲用祈祷诶啊，讲用算命、诶，用什么款诶方式，会当互你诶人生祝成功诶吗？我想无遮简单啦，无遮简单吼。哦 咱人吼、喔，每当一摆呢，讲一步想要来登天啦，着、就是爱一步一步来。诶，人生是有一个道理伫咧，人生是有一个一个阶段伫咧。哦，人生呢，伊家己有伊家己生活一个节奏伫咧。你袂当讲我要来控制哦、喔，我袂当讲啊，我一夜之间变好起来了啦，啊，我今仔个感情一夜之间拢无去。即、這个代志毋是讲毋捌发生，是捌，但是呢？即个是可遇不可求。 即系讲你无法度通控制，可能你会当拄着，但是你未当控制讲伊啥物时阵要发生，你也袂当保证讲伊是一定会发生。伊有可能发生伫别人嘅身躯顶，但是发生伫别人身躯顶诶代志，无一定发生伫我身躯顶。总是呢，咱透过即个圣经诶人物，我想老三即个系列要甲大家来探讨吼，要安怎好即个发生别人身躯顶诶代志，嘛会当发生伫我身躯顶？安尼毋唔有意义，是毋是安尼？ 我恁来看，圣经即个人物，有即个了不起诶人，这英雄人物，英雄豪杰，在伊迄个时代有法度通得胜。咱换一个角度来讲，今仔日今日啦，邀请因来教咱二十一世纪，因感觉也有法度通得胜咧。如果因有法度在二十一世纪诶时阵，生活甲美术敢若亲像因古早几千年前共款，伊有本事会当胜利，安尼一款诶人，唔才得滴人佩服啊！哦，卖讲啊，以前诶时代因较好过日、這個。 以前诶时代较容易成功，如果伊若活在现代，嘛是共款失败。安尼即落闹，他们啥物通互咱欣赏诶？即落有啥物通互咱会通来学习诶？无啦，即个无较早嘛。吼，所以咱着必须揣着一寡人，伊是真正有法度，伊若有法度人伫现代社会，伊还阁徛立得住，即款诶，咱诶模仿。即款诶，是咱应该学习，咱应该爱好好来了解伊是安怎成功诶。 所以在古约这么几经不中，在古约这么一段的历史中嘞，老三整理出有几位，那这几位英雄豪杰，因的成功实在是非常值得咱现代人来学习。所以，这个下咧，邓老三在讲的是呢，并无照这个圣经的顺序，从世纪安开始讲，唔是？这是我个人的啦，哦，我个人以我对古约圣经的了解，那以我来看。 今来今日节目中，我来提出 Number One 排行榜第一名，什么人呢？那我个人，我强调圣经无安尼讲，但是我个人留什么看法？当然咱看這个故事了，爱有咱家己的看法啊。那留什么个人的看法？我就来讲，叫我第一名是什么人呢？玉石。为什么是玉石？因为咱在玉石的身躯顶，有看到上帝恢复伊对这个世间。 一个心意，什么款的心意？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创造人活在世界的一个目的啊！伊的目的是要叫人要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我在玉树的身躯顶，实在看到伊的管理的才能，会当讲完全的发挥啊！发挥到一种的两个极致的对啦吼！或者讲种的，咱、哦、一,一般的人无法度达到的境界。 这绝对是值得咱来思考，这绝对是值得咱每一个人来学习的啦。伊安怎成功呢？约瑟嘅成功，是当圣经记载，埃及的法老想要来找一个有智慧、有聪明的人管理整个嘅埃及，找来找去，对家格内面将约瑟提拔起来。哦，约瑟的身本来是一个凡人。 确实，真做一个宰相，凭虾物？咱等你再来讲。但是，我来先描述约瑟嘅成就，互大家了解。约瑟原本是一个不起眼嘅人，伊是互伊嘅兄弟，甲伊嘅兄弟佮出卖，卖到埃及。伫埃及嘅时阵，也就是在一个总管引导，做一个奴才之义啊。但是，即款嘅人有一日会通来管理埃及，即句话叫做虾米？ 叫做英雄不怕出身低啦。哦，你讲咱台湾咧历史上有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，就是一日过去厝的是竹山，竹山的人，竟然我当做总统，即个是阿扁传奇啊。阿扁啊总统，人感觉伊伟大就是讲，以前因兜是足善的，足正开，但是无任何背景，因兜甲政府无任何瓜葛，伊也无靠什物势力。 一路安尼，有一日做到总统。那即个故事在圣经内面，你看到约瑟的身府顶已经发生咯。约瑟原本是一个做工的人，却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。为什物？因为伊有才能啊，因为伊有实力。做亲的朋友，咱人活伫即个时代二十一世纪，逐个拢期待成功啦。逐个做事总满讲像约瑟安尼吼，并对一个平凡的人，对一个老百姓。 有一日会通真做行政院长，莫讲行政院长啦，真做一个总经理都已经真了不起啊！但是你也知影，你也知影讲，任何一个时代，即、这个世界的掌权者，伊拢咧招找有能力的人。哦，虽然无甲，他做王娘，咱也成问啦。咱人拢要成功？爱成问咱有迄个实力无？像杜家老三咧讲。 哎，一个青年男讲：“我三年要趁一亿，我足想么敢蒙一句话。”你敢有即个实力？哦，你敢有即个实力？若边做梦，方大家会晓面对现实嘛，敢对蒙一句诶嘛？我敢有即个实力？咱外讲，即个机会无，迄个搁另外一回事，迄后面的问题，爱先问第一句话：“有即个实力无？如果若无即个实力，跟有即个机会，度你三年趁一亿，我你即个机会阵，你若无即个能力。 就算互你三年趁一亿，可能佢边两年你即个食亿互你摆了去啊！咁你谂较早做，哦、会趁啊？会样顾啊，啊？会爱知影要边度开啊，啊？会晓知影要边度管理啊！所以，亲爱朋友，做一名现代人，我老三建議大家一資在圣经中，你会好好嚟研究约識一个人，因為約識一識有实力嘅人。圣经讲，可能往哋走出。 什么人是有聪明智慧，通我来管理整个埃及？面对未来一十四年，有七年丰收，七年嘅机遇。迄、那个未来的十几年，诶，对一个国家来讲是足大的影响。到底什物人迄个能力？伊问即个问题。我从朝中文武百臣，无人敢起来讲我，无人敢，因为你也知，如果你若讲，你要来担，即个担。 你要来徛伫即个位置，若做了无好，抬头啊！抬头呢？哎，毋是讲人叫你做，你就欢喜去做呢？毋是讲啊，伫遐翘骹点喙手，哦，敢若伫遐看报纸、食茶安尼尔呢？毋是呢？哎，规个国家未来、数百姓的幸福，拢总掌握伫你一个人的手中呢！你敢迄个心理准备？你敢有够迄个实力？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咱在这个世界要成功，你先问家己一句话。 一个要结婚的人，讲我的婚姻要成功，你来看约瑟，你家己反省一句话。人约瑟当翻到王讲。”安尼我任命你，正做归埃及的总管宰相。约瑟讲我毋惊，我敢接受即个挑战，我有够迄个实力。亲爱朋友，你的人生要成功，你讲我要来结婚，先问个啲，先咱的。 爱足成熟，爱探病来问家己一句话。我今日要结婚的人，我够唔一个能力担一个家庭的担？我够唔到迄个力？你若讲我要来做一间公司，先问家己，一间公司要来运作，一间公司是三个、五个、是三十个、五十个，不管一间公司的规模是遮大，啊，你也甲己问家己，我够唔迄个能力来承担？ 咱有位教会青年讲，我甲要做一个牧师，阮教会要几万人，真好，有即个梦想真好。但是咱先问一句话：，你诶教会如果闹一千人，你敢有迄个能力通来管理？你诶教会闹一万人，你咧徛讲台诶时阵，你敢有把你所讲诶话，下面几万人听落诶时阵，拢感觉会通得到满足，有法度对你所讲诶话领受上帝话语奥秘，都、就是即个意思啦。哦，咱人爱有实力的。 无实力跟他伫遐做面包，迄是无较做下代志啊？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如果咱若是有法度来了解即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，就是岳石嘅胜利是因为伊有迄个实力。事实后来证明，岳石的确替范王管理了真好。七年嘅丰收嘅时啊，岳石在伊埃及嘅各地乡咧，哦，起足侪仓库。 啊，起床可了呢，将个牛息方式的牛息呢，拢安尼用各种的方法吼、喔，拍个打啦，啊做打牛啦，做反正用足侪方式，将个牛息呢，在埃及的各地乡呢，拢牵起来，哦、喔，敢若亲像咱迄个国家有牛息局咁款，哦，拢、喔、美牛呢，拢牵伫遐，万一若地方战争的时啊，伊遐拢有牛息吼，市交呢，则摕出来市场吼。喔 啊，来帮展即个这个市场吼，会通来维持一个非常正常，而这个食物的供应，这叫做牛市局。迄个时阵，玉石救灾，埃及专题拢来设立出这款的机构。甲日后壁七年的基峰，新闻记者讲，卖讲七年啦，干若基峰的头一年的时阵啦吼，足、喔、多人都已经家己无牛市，都已经提钱去买啊，这代表啥物？ 丰收毋是干仔弱势嘅土地丰收哦。丰收是全埃及嘅丰收哦。但是饥荒嘅时阵，先啊有人提前去甲买粮食。代表丰收嘅时阵，其他只老百姓拢无欠嘛。因并无准备面对未来迄个饥荒嘛。也就是讲，当时人有开，趁偌济就拢开偌济啦，拢无想到未来啦。真在朋友，咱人若要成功，讲，会呀，想未来啦。 爱享受未来，玉玺的成功是伊有看到未来，伊是为未来做准备，伊毋是跟他享受眼前俩。成功是绝对绝对，是有一寡成功之路，有一寡闭关，讲互汝听。吼、喔，哦、喔，紧日，所以汝听七七的时，跟我讲，吼，毕竟做未了就對了，对啦。玉玺嘅熬成功是足侪足侪方面来促成嘅。咱休困者，等下了继续甲汝啊开始看到底玉玺是安怎成功。 欢迎倒来老三百直播，好来玉色嘅成功，当花落将几个埃及交好伊了，其远个第二，人提钱倒来咧买牛息啦。我想我若是玉色心中都暗笑，一切拢在我掌握之中，我早就知啊。丰收的时阵，恁拢无感觉，遮物件是我宝贝，因为收济嘛，啊收济了吼，自然无值钱嘛。 等在路边都无人买来嘛，咱台湾嘛是安尼啊。我迄阵逐个讲要种啥物好趁。迄年逐个拢总想甲过年诶时阵怎啊拢上侪，隔咧规涂骹，无人买啊。较早有人讲种金蕉，逐个拢种金蕉，种到第二年金蕉伤过侪，毋知影要安怎，一窝蜂,蜂啦。吼、喔、要开些咧什么蛋挞，逐个拢开蛋挞，吼、喔，啊甲最后是咧倒了了，人拢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咧。 玉色是一个极好管理人才，伊非常非常的聪明，伊知影讲人拢是安尼，人性都是安尼，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大家提钱来去买，一切拢在伊掌握中。第二年钱开了啊，无钱啊，吼，因为无收成嘛，无收成，敢若靠银行借这钱，一直提去买，提提去买，一定足对着买了去，一,去一,去一,一,一,一年呢，过两年的时阵再出玉色，玉色啊，我无钱啊，要安怎？ 就是讲无钱哦，无去呢，无钱你还佫有财产啊？恁厝有饲牛啦、羊啦，哦、喔，恁会当摕来换、喔。啊，你总袂当讲厝有饲足些羊，逐日食羊肉，无可能嘛，食较卖身嘛，是毋是？哦、喔，所以是也袂枵死哦。但是呢，无味啦，无物件通食啦。啊，变安怎？将厝的即个精神，因为你家己都无当食啊，即个精神嘛无当食啊。将即个精神来卖互。 浴室，然后拜托浴室，交换米牛可以。亲爱朋友你介想看麦？浴室一方面接人的牛羊接过来，甲买过来，上面叫人仓库拍开，一罐牛息来甲人交换。即个牛啦，即个羊啦，敢毋免食物件？哎呀，所以浴室的负担是足重的哦。 一方面是即个人要甲买牛食的是伊来卖，一方面即个牛啦、羊啦、伊油完爱喝因食物件，可见玉石嘅价位非常嘅周到啦。哦，可见迄阵当在丰收嘅时的，玉石早就收贵啊。日后会发生啥物代志，一切拢在伊嘅算计之中。所以啊，迄阵囤牛食嘅时阵。 有诶，休息互人,人食；有诶，休息是互遮精神坐。浴室农庄准备好，安尼有咬无？咬啊！搁再来，当个埃及人因诶精神，拢未互烦恼啊！好，因为浴室是替烦恼来管诶嘛。啊吃吃，即摆精神未了变咯，来到浴室边头前讲浴室啊，即摆无钱啊啦，啊牛羊啥物？ 卖也拢无啊啦，敢若剩啥？敢若剩田啦，啊剩田不较做啊？剩田不较做，一年吼种的都袂恶啊，畸形啊，啊无物件通食啊，啊即个田地吼要卖掉啊啦，啊剩靠人安尼尔啦，又是讲好啊？啊无无要紧啊，啊无你挂你的土地啦，你挂你的土地来卖我，啊我互你分糖食啊，正经记载。 就安尼，约石违法咯，卖转埃及的地，迄毋是讲用强迫去去收的哦，迄是用卖的哦，迄等于是政府去甲老百姓买土地，政府好业个一个天多，好业个一个天多，所有的土地拢叫政府卖去啊，迄毋是想讲过去，即、這个中国大陆讲用即个共产党的制度。 强迫你土地一咪之间，国家甲你征收去？唔是这尼哦，哦是用卖哦，用牛息给你买，哦，用米牛来换土地，用食物来换土地，不单安尼。甲后来些人又因为七年饥荒嘛，甲买是讲土地嘛卖去了啊，只能存粮了。安尼关系变安是简单你愿意来买 我你将你的家己即个人有做没有烦恼，伊业奴才，安尼烦恼着负责给你食饭，佮无法度时。即、這个埃及人也只有将家己也没有烦恼。你看安尼学习嘅能力看偌强啊！所以到最后，圣经记载，规埃及所有物件拢属于烦恼去，因为有一个管理嘅人才，你用到一个对嘅管理人才。 所以用即摆企业观念讲，一个董事长去请到一个好嘅总经理，也是讲请请一个好嘅厂长，趁有够侪钱啦。哦，迄、那个事业啊，成长啦，烦恼用到约时了，成长。所以即个世间，一直在找寻什么人是有能力管理嘅人。所以咱一个信上帝的人你也了解，哦，你也了解，上帝是好，咱有智慧，有能力，有聪明。 一旦管理这个世界，咱是徛伫世界顶面，唔是叫站咧下底呢、欸。所以起码呐，祝谢咱这些信主嘅朋友吼，咱这基督徒，你若讲我上班嘅时啊，足可怜诶啦！啊，逐日上班唔知咧做啥，人侪会介，我甲你讲。诶、欸，咱基督徒上班唔是安尼呢？当然我不是，我意思唔是讲咱一定做主管，唔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去工作嘅时阵，咱应该是快快乐乐，应该是在工作中得到成就感。 在工作中有得着趣味，亲像玉石，伊是管理埃及，伊毋是用埃及管，伊过去用埃及管，迄是一种话咧。玉石会成功，咱讲到遮，咱即满最后，只不一点一点时间来讲，玉石是安怎成功诶？我甲你讲三点啦，吼，大家记号清楚，吼，那即个秘诀传授互你个囝，传授互你遮下面的青年人，以后伊拢是足成功的人。头一个吼。 啊，会堪起苦难啦！弱势嘅人生，后壁是足成功，但是头前足艰苦咧。头前可能家己兄弟袂调咧，我是足可怜诶咧。现代社会嘛，足侪人互家己亲人袂调，互家己诶爸母来出卖，互家己诶亲人出卖，拢莫怨叹啥物性虐待啦，啊，从小家庭暴力，拢莫怨叹，弱势甲你共款。但是若安尼则有法度日后你会成功，咱卖自暴自弃。弱势诶成功，就因为伊有法度承受苦难。 第二点，若是感情上是非常的负责任，无乱来，无甲人乌白乱来。迄、那个查囡仔主动要找，若是讲我无爱插你。一个人啊对感情负责任，代表一个人个品格是足正的。哦，所以人要成功，头一个毋惊艰苦，赢过困难。第二，感情上的德性，怎么分外情、分性性行为？你若做即个代志要成功，我甲你讲无可能。一个人要成功，要保持纯洁的感情。第三。 爱有好诶，情绪管理。约束伫家格个内面，防止啊加关两年啦，两年叫放袂起哩。迄、那个两年诶中间，约束有足好情绪诶管理，有话无放失哦，忍耐啦，时间到才会当成功啦，无即个讲马上成功诶啦，因个都毕业爱忍耐啦，哦，即三点，也过苦难艰苦，即系无应该有诶遭有无公平诶遭遇，你怨，但你也过。第二，感情诶方面，家己咱有法度协调。 哦，火灾感情卖乱来。第三点，咱的情绪管理做啊好，哦，卖定定咧发脾气。拄到足多代志时，家己要认真、要冷静来面对。这三点若成功，欲时嘅成功也发生在咱嘅身躯顶。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观众朋友，多谢,謝、欸。你看吼、哦，上帝足奇妙嘅呢。 约瑟的一生，真正上帝拢无形中咧保守，上帝拢咧看顾，迄个毋是上帝咧看顾，吼，伊约瑟伊的遭遇无可能会成功啦。虽然人一生中间哦，足需要上帝暗中给咱保护嘞。讲到暗中的保护，啊，我就想起一个足出名的故事。哎哟，阿妈，你有故事要讲？哎、欸，你讲一讲，我来听。这个。 故事是讲在英国的女王有一摆坐伫火车所发生的一个代志。英国的女王，英国女王在迄个啊，迄、那个叫做维多利亚啦。我英国迄阵足穷的哦、喔，到即卖个世界足侪所在，迄、那个吉尔的名字嘛，拢维多利亚，迄、那、种、個、用英国女王的名字啦。无唔对，就是这个英国的女王。 有一摆，一只火车在赶路，因为伫暗时，凶凶迄名驾驶看到头前若有一个穿乌衫的人，一直甲因挥手咧。哈！哎呀，你即摆是咧拜托阿妈，你即摆是咧讲鬼啊片哟！什物穿乌衫的人？迄火车咧驶速度诚紧嘞，有人穿乌衫暗时咧下手免也看有啦。 是啊，一名驾驶嘛感觉正奇怪，伊就赶紧将车停起来。伊认为无啥可能，安怎有人会冻甲会手？货车速度遮尔紧，结果伊发动工作人员落来找，拢总找无即个人啊！ 哎哟，哎呀，阿嬷，你咧讲，我已经鸡毛尾皮啦，开刀卡去啊！我安尼，哪有即种代志啦？哪有人偷窃啦？吼，半夜哪有人讲骑车骑铁机咯？啊，第二点，迄火车速度遮尔紧，迄哪有人骑哩啊，炸来去互弄死啊！啊，过来第三点，逐个都在揣竟然来找无，你即嘛是咧讲啥物故事？你继续听就知咯。 为着要走出即个神秘人物工作人员，顺着铁机路一直行，行一小段了后，才发现讲头前是要过一个桥，但是即个桥已经互即个水呛歹去咯，所以讲起来即名。 新兵人物已经救人一命咯，真的哦、喔！哦，原来是火车来继续驶迄个桥上去，啊，毋多跋落去底。哦，所以五三个人救着规火车的人，得着毋？啊，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即个司机嘛，感觉奇怪，所以伊就检查迄台火车，发现讲原来在伊火车诶，即个眼睛个下面。 有一只足大只的，一、這个飞蛾，然后伊将即只大的玻璃，高，然就看到迄个身边的人咯。哦，所以汝你的意思讲，那是只飞蛾飞伫伊的电工的头前啊，但是因为即个放大，看起来若像一个人咧下手安尼，将救着救护车的喵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女王就讲。 这必定是上帝的保守。哎呀，今日嘅这个故事实在真好听吼、哦，所以可见吼、哦，咱一生中间有足济时阵，上帝的保守，咱都唔知道，啊，想到安尼，咱的心就平安好阿妈，时间到啊，多谢你的故事，大家拜拜，拜拜咯。